我跟 Peter 属于是真的是很好的朋友，出道的第一部戏就是跟 Peter 合作的《玉观音》。他的婚礼我一定要来，送上我们全家最真诚的祝福，然后希望他能够早生贵子，一个接一个。啊，是吗？一直重播吗？那太好了，身边很多人会喜欢看。对，我还一直担心，我说会不会没有人爱看这部戏。对，我特别感谢台湾的观众，对我们后来从《甄嬛传》到《芈月传》，可能还有下一再下一部戏，希望我一直能演出更好的戏，可以奉献给大家。他是男孩子，我是女孩子，你是不是没那么想？